哎，你好，周博士，你好。我们刚才听了一下，这个在复活节你唱的这一首《让世界充满和平》，刚刚听到这一首，非常的动人，也非常的让人能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联想和激励，所以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节目的背景吗？当时是什么样一个节目？当时是，第81届好莱坞博尔复活节日出盛典音乐会。那组委会邀请我在，就是洛杉矶那个露天的晚星球，好几万人呢，在这个盛大的那个节日庆典中，让我演唱这个主题歌，让世界充满和平。那么，我想今天唱和平，是我们艺术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今天有特别的这样一种的意义所是，以这个复活节对你也是有特别的意义，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见证？我的新的生命是从复活节开始的。2000年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在那个复活节，周牧师您给我受的洗，哦，是。我成为了主的孩子，归于主的名下。所以当时在这个好莱坞的博尔复活节日出盛典上。我演唱这首时候是2003年演唱的，那么当时的他那个 Daily News 那个报纸，在美国是家大报纸，他有一个 report，他给了我个名字叫 Easter Lily，就取名我叫复活节的百合花，所以我感觉我的整个生命是和复活有关系的。主耶稣他复活了，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这个复活节呢，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重大的节日，在美国也是一个主流社会的重大节日。到了这一天，像过节一样，大家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的庆祝主耶稣的复活。那么是。我的生命呢，随着主耶稣一样的复活。为什么？过去的老我死掉了，新的生命从复活开始了。是，所以你的我们认识也很长时间，而且我也经常可以听到你的见证，你的一些的演出，有的时候也听到你一些的分享，所以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背景，比方说你是四川姑娘，怎对，么你这条信仰的路是怎么走出来的？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神的福音大概是什么样一个过程？记得就是88年我在上海音乐学院读书的时候，我的导师高芝兰先生，他呢给了我2个作业，Handel 的清唱剧《弥赛亚》里边的。2段女高音的独唱非常有名。第一段呢，就是我知道我的救世主活着；第二段就是西安的儿女欢呼吧。他是当时是作为作业给我的，我就练习。但是呢，我不知道这要唱什么，不清楚。那会儿根本不知道耶稣这2个字，一点都不知道。老师就给了我这个作业，但是我就觉得为了了解，后来我就查资料嘛，哦，翻阅是圣经里面的故事，是耶稣的故事。那为了了解耶稣是谁，为什么这么多人要歌唱他，所以为了把这个历史背景弄清楚，我就到那个衡山国际礼拜堂去看那些人，人山人海在那做礼拜、做主日。当时那个牧师还送了我一本那个口袋书，很小的一本圣经，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圣经。那后来就开始翻呐、啊、翻呐、啊、翻，你就看看也看不懂，但是呢，起码知道就是从那个四福音书那会儿开始，马太福音。约翰福音、路加福音，反正就是从那几个福音慢慢知道，哦，原来这是在讲耶稣的故事。好，他来到人世间，然后呢，道成肉身，传道了几年以后呢，哎，又被人钉上了十字架。但是3天以后呢，他又复活了。哦，是这个故事，所以我就有点意思，非常感兴趣。就唱这2首作品的时候，跟老师回课的时候，老师特别满意。就所那以会儿开始。你是在哪一个什么样的经历，或者什么样的一个好像一个转折点，一下就真的是相信了，是？对，其实我的家庭呢，是出生于回民家庭。我的外公
是我们当地清真寺的大阿訇，是个大家族。其实所以说我是从小绝对不可能了解基督教的，这一点都不知道，从小是按照回民的习俗在长大的。从88年不是开始接触这些作品的哈，以后这些都是世界经典作品，女高音是必唱的曲目。好，到了99年，我作为国家公派访问学者到了美国来以后，慢慢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啊、牧师啊，就来开始跟我聊天。因为当时呢，我觉得自己人生路上啊、感情生活啊方方面面都不顺，那会儿特别特别就觉得，虽然到了美国来了，很多人就觉得哦，能够到美国来很不容易。当然我那个老师 Martin Roland， 他是大都会歌剧院的很有名的演唱家，他退役以后呢就住在 Cross Green， 那我刚好我做访问学者就在 Cross Green 的 Cloud College 做访问学者，他 Martin 就教我呀，也唱了很多很多歌剧啊。因为 Martin 他也是基督徒，就我们之间是非常相通的。在那些时候，慢慢一些牧师呢就开始为我祷告，有些时候就觉得人生前途无望，那会儿我还是单身，没有接触到我想要的人，就有些时候就有点觉得生活非常非常的失落。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哎，牧师他们给我做了决志祷告，刚好我就记得2000年4月份嘛，就是复活节，周牧师你邀请我去 Albuquerque 那边教会呢做复活节的服饰演唱，我自弹自唱 I know that my Redeemer lives， 就是这首歌。在那儿完了以后呢，然后你就给我受洗了，我至今保存着我受洗的那几张照片。我觉得我众多的照片里面那三张照片是我最人生最珍贵的，因为是我新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像一个小 baby 一样出生了。所以这个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是你一开始接触福音又是在复活节受洗的时候你唱的这一首。等一下我们访谈结束的时候，我们也请你跟大家来分享啊，唱这一首。那么我对你有相当长时间的了解，也是为你祷告啊，那我是觉得你非常特别的，就是你的事业和侍奉是不分开的。那在基督徒有的时候呢，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落差，或者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分离，就是我们事业是事业，生活是生活，自己是自己，信仰又是信仰。那么这样的话呢，不是一个整全的这样一个信仰。那当然我也接触到很多的基督徒，像我的父亲啊，他们那一辈的有很多人在职场，所谓的他的工作就是敬拜神，他的工作上的精益求精，他的工作上的追求的最好，把最好的拿出来，专业上的这样的一个见证等等。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是非常特别的。那我也知道你常常可以说天天就是听圣经常常祷告，是吧？可不可以跟大家讲这样个你自己的一点的心得，一点点这样的见证，就是这个事业和侍奉怎么会就是像你这样融为一体的。在我的一生当中，尤其是后这几十年，都每天都在践行着怎么样就是活出主耶稣的生命，让主耶稣在我的生命里面长大，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说假如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你都已经把自己归入主的名下了，而你自己在职场当中该吃吃该喝喝该拿拿该贪贪，哎，我就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生命，你就没有做光做盐的作用。圣经上说灯一定要放在灯台上，不可以放在桌子底下，对不对？你放在灯台上就可以照亮整个屋子，那就是你跟人做出一个榜样。我既然成为主的孩子，我的生命怎么能够和主耶稣分开呢？分不开的。一分开的话，那就我就觉得有点口是心非了，就是说啊，去教会嘛，那就是一个仪式啊，到了礼拜天大家一起见见朋友啊，等于是聚聚会啊，就这样啊，回来该怎么样怎么样。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从来我就是感觉我每天读圣经，每天早上我的晨更灵修，因为我的生活有点特别，就我不是在一个地方固定的啊，我总是要全世界到处跑，
讲学呀、演出啊，到处飞呀，那些什么的，没有办法固定下来。那么我就想，我自己听圣经总可以吧，也要看读圣经也行吧，就是我就专门买了个圣经播放器，走到哪里我就一直把它作为 background， 我就听通听，有些想起哪一篇我就听哪一篇。哎，慢慢慢慢，这个圣经的话语就像属灵的粮食一样，开始在喂养我。慢慢我就觉得我的生命开始成长起来了，比如说看一件事情呢，招生当中大家都在就是 under the table take some money before audition 啊，就这个意思啊，就是说有那种职场上招生的时候有那种不公平啊，也是一种腐败违法的啊这种事情，但是大家就觉得哎，人人都是这么样嘛，随大流嘛，为什么你就不可以呢？但是我也坚持一点，不是自己的不要去拿，而且你这样的话，你对那些没有交钱，全凭自己的硬功夫本事考进来的学生很不公平。哎，教育只要一旦到了不公平的话，我们的教育绝对就走下坡路，尤其是艺术教育这一块特别突出，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当然在那样环境里面我是被集体孤立的，人家是集体拿呀，我就一个人不拿，就觉得我是个怪物。你也会有压力，甚至要受到逼迫。那当然了，压力很大，肯定，你看他的根本不合群嘛，他在这里面大家都不喜欢他嘛，所以我就一个人20年来埋头一个人做自己的事情，我不理会那些，因为我觉得我只能对上天负责，我对人我负不了责，因为人的需求太多，有些需求是对的，有些需求它就不对的，我没有办法满足人的需求哦。我为了讨你的好，为了不被你们孤立，我就要跟你们同流合污，那我做不到。这个就是说，我自从受洗那天起，上帝就把那个十诫他就做一个律放在我心里了。就是我们很多人他会说啊，我有自己做人的原则，就这个意思，那我有我自己做人的原则，对不对？我不能为了迎合你，我就背弃实践。那在这样一个我了解的你的抵制这样一种的，在工作场合，在自己的教学招生的里面，要抵制这样的，你是有很长时间，至少是5年吧，我记得是不止5年，不止20年，差不多20年。呵呵，所以的话呢，你受了很多的委屈，甚至不但是有压力，甚至有危险，但是最后神与你同在，是吧？然后呢，就为你伸冤，给了解决了在你周围的在公开的见证里面解决了这样的腐败的问题，反而呢荣耀了神啊，这个是对吧？对，这个是很就是说当初逼迫我的人，想把我放进监狱里边的人，而且他就用说是我在招生当中收了谁谁谁的钱，就跟你编故事，给你栽赃陷害。哦，
我是从来我又不懂政治的一个人，我就只懂音符、懂音乐、懂歌唱，懂上帝，其他什么都不懂的人。懂上帝。哎，对，我还要懂上帝，因为我上帝的孩子，这个不一样。所以其他我就什么都不懂。哎，居然当初，我家人都说不要怕，朗朗乾坤，你怕什么？你没有做什么坏事，不要怕。当时就有一个声音跟我说，赶快离开，走，走，走，就一直这个声音在跟我说。现在想起来，应该是圣灵在对我说。圣灵声音，圣灵，因为我在最危险的时候，我们有些是愚钝，你就听不清楚哪个是神的旨意，哪个是那些撒旦的旨意或者人的旨意，不明白。但就这个声音一直坚定不移跟我说：“赶快走，赶快离开。”那天我就走了。最后，神还是替你伸冤。哎，我说上帝还是替你伸冤了、啊。那当然了，上帝说。他说我要叫你亲眼看见逼迫你的人遭报，这是在诗篇里面说的。所以你在你的事实上，你自己的见证故事里面有很多神与你同在，太多了。所以你分享说，当你在有一个重大的演出的时候，你向神祷告，主耶稣都向你自己亲自显现，圣灵充满你等等等等，那这种见证是非常多的，你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神与你同在的见证。比如说在20年前吧，对，2001年，我刚刚从美国做访问学者回去，就有个机会要到上海歌剧院去面试原创歌剧《雷雨》第一主角的樊乙，我就很想去得到这个角色，因为作为女高音，如果能够把樊乙演下来，那是我们巨大的挑战。那会儿我还没演过完整的歌剧呢，所以我就去了上海歌剧院。但是去之前呢，我心里面忐忑不安，我不知道，因为毕竟很多人在面试嘛，那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我也不清楚。那会儿，所以我就跟你打国际电话，那是20年前的事。我说你替我祷告一下，看看这个究竟属不属于我。哎，你祷告下来，你说你的原话是，你说张丽，这个翻译这个角色就是你的。那会儿我还没audition呢。所以真正audition下来，结果后来过了差不多一两个月吧，上海歌剧院给我来通知，哎，确定了，樊乙这个角色就是我的。哎呀，把我高兴的，求他，哎，他就应允。哎，我就觉得朱牧师你咋有点先知性的这种恩赐了，怎么，哎，明白你的旨意，对，神预备你一定是有原因要来使用你，见证他，是吧？所以所以的话呢，在事业和侍奉的里面融为一体，天天就是借着亲近他，在事在工作当中尽全力把工作做好。所以你其实也是有很多的各样的这种的演出啊、建树啊、讲学啊。现在回过头去看这样一条路走下来，可以给弟兄姊妹分享，就是说你所认识的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的主，怎么样的在人生的里面来引导你、保守你、带领你，他到底是在你的经验当中是怎么样的。我觉得他之所以复活，这就有别于其他任何，因为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不是说啊，塑个泥菩萨在那儿，我们就拜一拜，我们就烧个香啊，恭喜我发财，恭喜我什么什么什么。我不是，他就是个灵，他每天无处不在，而且他是超自然的神，是超出我们想象的。我们人才几维空间，最多不过三维空间，他的空间你是无法想象的。所以人这点头脑啊，这点知识啊，非常的可怜。你没办法用自己的知识去估量神，只有圣灵才能够参透万事。我们不行，因为我们都是受造之物，我们都是被神造的，所以我们的知识太有限。经常我有时候睡不着觉啊，
有些时候我就会说，我说主啊，我说你的恩典够我用，你的能力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就会说用这些圣经里面的话语来鼓励我，哎，就帮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因为我们这位神呢，他听祷告的神，你只要求他，他一定会开门。当然你不求那是另外一码事哈。那我就觉得我有这个渴慕，人家都觉得哦，圣经太枯燥，那些理论我们也听不懂啊。那我就觉得奇怪，从来我就觉得圣经，我不仅把它作为一本就是学习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历史的一本历史画卷，而且我觉得每天我在吃粮食喝它的甘泉，我完全就是用圣经的话语来把我自己这个生命慢慢慢慢让我成长起来的。所以你看我无论遇到再多的困难，就是职场上的困难，包括身体上的困难，很多很多困难，这一辈子走过来走到今天，可是你看我还是活得挺鲜活的，我就觉得主给了我一点阳光我就会灿烂的那种人，从不会感到失落，不会有失落感，不会有失败感，永远就是在这条路上开开心心的。哎，你就是说事业辉煌我也开心，事业不辉煌，你总有不辉煌的时候嘛，被人压制的时候嘛，哎，我也开心，没有什么不好。哎，这就是神给我的路，我就好好走下去。人家觉得你那肯定是假的，啊，你怎么可能？你张丽不是就在这个院子里面长大的吗？我们看见你这长大的吗？怎么一下就成了国际性的歌唱家？不可能，假的。每天我觉得我挺委屈，我特别想哭，总想找个地方放声大哭，就是自己想做的没办法做，你不想做的一波一波给你压来，我是不是要去想尽办法要把我的心交给神，把我的灵魂体全然降服在神的灵底下？完了这个时候神要看我的心智是什么，